作为一款时尚精致的小型 SUV， 名爵 ZS 拥有年轻运动的外观和内饰设计，首先从颜值方面就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的目光，同时整车的质感和档次感在同级别中表现不错。那么这款 SUV 值不值得买呢？一起来看看本期的方选车之名爵 ZS 吧。发动机 1.5L88KW150NM1.0T92KW170NM 变速箱，五档手动，四档自动，六档手自一体 1.5 升自吸发动机，动力输出120匹马力，最大扭矩 150Nm。 由于动力储备较弱，名爵 ZS 的提速和爬坡能力都表现一般，但是搭配的四档自动六档手自一体变速箱平顺性不错。前悬挂麦弗逊式独立悬挂，后悬挂扭力梁是非独立悬挂转向类型，电动助力制动器类型，前通风盘式，后盘式驱动方式。前置前驱名爵 ZS 采用了10万级别 SUV 车型常见的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后扭力梁是非独立悬架搭配，同时根据我们的实测，名爵 ZS 悬架的调教倾向于舒适，对细碎颠簸的吸收性表现良好，能够保证不错的乘坐舒适度。工信部油耗 5.96.3L 100千米，口碑油耗 6.87.1L 100千米，亮点一，高颜值耐看的外观吸引了许多消费者的眼球。名爵 ZS 在外观设计方面恰恰契合了年轻消费者的审美观。亮点二，从工信部与口碑油耗可以看出，名爵 ZS 的油耗表现都值得肯定，同时丰富的配置也是一个吸引消费者的地方。不足上面也提到，名爵 ZS 搭载的 1.5 升与 1.0T 发动机动力表现一般，因此在提速时候有点偏肉。整车质保三年或十万公里保养周期，首保3000公里免费保养间隔，5000公里次保养费用。 1.0T 发动机小保养450元左右，大保养600元左右。 1.5 升发动机小保养280元左右，大保养500元。